啊，咁啊，继续咧嚟到咧 IDE Production 啦，信念制作嘅 booth 啦。咁啊，今次咧我而家咧其实面红红啊，点解呢？因为我隔篱咧有个啊靓女啊诗诗喺度啊，咁啊同大家 say 个 hi 先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诗诗，然后小飞船 TOP 的设计师。诗诗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哪里来的，然后就是你的产品啊，你的概念啊，这样子吗？嗯，可以啊，我是来自那个广西南宁，然后平时还在广州那边，所以我能听得懂粤语，能说一些。然后我的产品这款 TOP 就是 STS 的两款限量版，然后这一只呢是猫咪主题，然后这一只是海豹主题，就是其实这一次就是做了两只小动物嘛。然后就那个小女生她是坐飞船吗？这两个是小女生吗？对，她们是地球的旅行员，就在我的设定中。然后这个 TOP 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来自外太空一个很热爱音乐的星球，你可以拿着看一看。然后它是来自一个外空很热爱音乐的星球，然后呢它其实是收到了一盒，就是一个来自宇宙的寄托的快递，一个叫磁带的东西。你看，因为这是磁带的设计嘛，然后其实它这里有很多音乐元素，像它背后的这火焰下方这里其实是像以前复古音箱的那些接孔，还有它那个旋钮的那个图案。然后所以它就整天在听音乐吗？对，你看它戴耳机嘛，猫耳的耳机，因为它很喜欢养猫，就是来自地球旅行员。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组成一个小组合，就是在每天在地球里面到处搜寻喜欢的音符这样。刚刚听你说是限量版了，所以已经卖完了吗？已经卖完了，就是两只，就是谢谢大家支持，就第两只就是一首发就卖完了。一首发就卖完，就几分钟给人抢光了。好像是。太厉害了，所以呢，这次数量是多少了？你们的限量？两只都是四十只。四十只。对。40只转眼就没有。对。那之后还有什么新作品吗？之后我们计划年底要去 Toy Show， 然后会有比较特别的场景一起布置，还有比较特别的主题，然后希望可以大家会喜欢。好，哇，在 Toy Show 可以见到靓女啊，到时就啊，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Aaron， 你唔使望乜镜头，我唔会影你嘅。唔系，我明白嘅，系即系相比之下，大家知咩系吸引啲嘅。咁好，我哋非常thank you 你啊，思思。咁啊，同观众可以讲声拜拜嘅，系啦，拜拜。Bye bye,